你这紧锁，你根本就在表演特技。把它剪掉。等它长长，因为变成现在这一桌，我说我不能剪嘛，那这一桌它也一直都翘着，还是理论上要等它下来，它才行。那表演特技是不是？好吧，那拍拍头发吧，我不想这样再剪。你玩完了是不是？我玩完了，对。那就来吸嘛。嗯，玩我不玩就玩吸。你要靠你刷了。